啊，是又荣，再来台湾人以米为主食，市售包装米呢更是琳琅满目。那农粮署呢，积极为消费者来把关，从105年开始举办由米界奥斯卡之称的精湛米奖，今年度的评比出炉，选出5款顶级好米，荣获金奖。我们参加金钻米奖的，必须先是产销履历有机有善，或者是 CAS 的业者，那他才能有资格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金钻米奖的竞赛。那我们预估这样再透过我们这样竞赛，可以带动大概一年8000吨的这个销售量。好，金钻米奖的评选呢，分为是香米及非香米两组来评比，过程公平严谨、公开透明。获奖的包装米在品质跟口感都深受消费者和餐饮业者喜爱。得奖的米呢，可以在超市、量贩店跟网络电商品牌等通路来购买，让消费者有了更多。